除了省钱之外，自己料理三餐还能控制热量摄取和食材的新鲜度。不过，营养食品轩提醒，许多民众对于带便当仍存在不少误解，其中不少行为可能导致细菌入侵。这里整理出五大重点，帮助避免因饮食不当而生病。营养食品轩曾在粉丝专业上提到，无论是为小孩准备便当的家长，还是独立生活的上班族。 大多数人习惯在前一晚准备便当，隔天再用蒸饭箱或微波炉加热。然而，随着天气逐渐炎热，食物如果保存不当，很容易腐坏发酸。为了避免部分食材坏掉而毁了整个便当，品轩提醒：半熟蛋、溏心蛋、海鲜、内脏类食材以及汤水较多的菜色，不建议带便当，因为加热不当或保存过程中变质。 可能会导致整个便当滋生细菌。此外，不少人会等晚餐吃完有剩菜再装便当。品轩提醒，这样的行为容易沾染大量口水，建议提前装便当，以降低细菌污染的可能性。便当装好后，不必等完全冷却，只要不再冒烟就可以放入冰箱存放。营养师品轩提醒的五大重点如下：一、充分加热；二、先装便当；三。 减少水分。四、保冷保鲜。五、加热一次为限。